开心今天可以来帮 Flash 开场这样，然后我们常常来这边表演，就是都很多人，因为我们都帮就是很多人看的乐团开场，然后这是你的福气啊，对，这是真的是福气，对，因为我们因为你另外一个团叫小福气啊，我们对啊，因为我们第一次来就是好像是什么见证大团还是先知玛丽，反正就是都很多人这样子，然后所以都来这边都很开心。然后我们今天有去观光一下，对，去玩，然后我们去吃那个公园眼科，但是我觉得很难吃。我觉得没有，因为我觉得那个配料真的也很有问题，就是一般都撒一些杏仁那种就算了，然后他就是搞那种凤梨酥，那种蛋糕那种，我是不懂，所以对。嗯，但是那个什么老赖红茶很好喝，对，然后我们没有买到那个蜂蜜蛋糕，下次希望可以买到，所以下次我们再来。接下来带我们最后一首歌，谢谢。最后一首歌，不听老人言，机会在眼前。我的老人眼睛，我就在眼。